看啊。晚上好。Hello。点了，还没吃。我们刚到。刚。为什么今天感觉好暗？我把姑姑和明姐放去了海底捞那儿，然后我就和尼克先回来对，要停水，好像没有说要停电吧，就是停水，所以我一会儿播一会儿，等我翻到了，我就要先去卸妆、洗澡。没忘，我自己点了。一会儿吃吧。衣服上，对，背后还有大的，不给你们看。知道为啥我觉得暗了？我觉得暗是因为我手机亮度太暗，笑的。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么暗？原来是因为我手机亮度太暗了。我说今天好黑呀。真的吗？那吃点猴宝，笑死笑死笑死！谢谢小 S 贴的好的恶魔头绪。我头发，天呐，我觉得变颜色了。昨天洗了一下，就觉得变颜色，但上镜好像也看不太出来。反正这种颜色上镜都没有，我说了宁可不太舒服，我就刚先回来，就是感觉更白金了。原来就是还有点奶茶。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，这种颜色镜头上看起来都没啥差别。原本染的不是白金色，是奶茶灰棕，一个神奇的颜色。哎，真的，这是燕麦奶的颜色。哎，王秋如。发什么眼睛？可惜了，没能跟他们一块儿去吃。好久没有吃海底捞了，下回要去吃。第一次看直播吗？Hello，你好。幸会幸会，
对，大学生优惠，不用白不用。谁信啊？你是第一次看直播，我才不信。真的吗？这么多第一次看直播的人吗？哇，那可要好好的跟你们介绍一下我。如果是第一次看直播的话，谢谢香 S 特的好的奶茶，一定会觉得我非常的非常的怎么样呢？我把这个话茬留给你们，谢谢流浪非洲的皇冠，谢谢。第一次看直播就给我送皇冠，现在有点卡，恶魔透视，看来你对我印象还挺好呀。对，你可以点歌。那个，但就可能比较久啊，你就得等一等啊。然后，因为现在累积的歌比较多，另一个是我这个月在准备 mini live，所以暂时还歌这件事情停滞了一下。等我下个月 mini live 完，我再来好好的 mini live。哼哼，好期待！吃了吗？我点了外卖，一会儿。你记得点歌哦，好想去看 mini live，来呀！不点行，也行啊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你倒是想起来要点也可以啊，你自己记着就好。这表情是。你确实快红透了，我看到你翻牌了，我还没回啊，你一会儿，换一个，换口红了啊！今天涂了，但我今天这个是好几个颜色的混合色，不知道什么颜色了。金粉，这位金发的美女，就是一位美女吧。谢谢 Jeff 的 super。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我又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安心，放下心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来来谢谢咖喱粥的十个大山，老想着别人，也不是别人，这哪能是别人呀？谢谢阿森纳的五个糖果，到，对呀，这不是甄选吗？谢谢阿森纳的玫瑰。人美心善，人美，心善，心善还行吧，凑合。不敢说自己，不敢这么夸自己，不敢这么夸自别呀、啊，别呀、啊，别呀、啊！我不立坏女人人设，我只是，对善良这个词儿，有一点害怕。谢谢小鱼仔的大闪，和我的人生观念不太符合，也不是不太符合。他最近不吃醋了，他也有他的快乐。最近化妆风格是不是换了？没怎么换吧，没有太换。怎么了？想说啥？对，成年人就是各玩各的。对。
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快乐，快乐好自己的快乐。眼影深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上镜深一点好看。对，镜头很吃妆。金发是吗？今天朱涵家也说金发真的很适合我。不坏，哪里坏了？我长得还挺善良的，我觉得。谢谢鸡姐的万圣夜，万圣夜，万圣夜。mini live 姐 ，mini live 姐，要准时来哟。今天来晚，把我看差了，看成把我看成谁了？把我看成啥了？我和六七七吗？我比他淡。mini live 11月19号，过几年也不会秃的，放心吧。这个东西。3L 组合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mini live 应该不直播，因为唱的是河外的歌。江宇航怎么突然？对呀、mini live 没法直播吧？对呀、好久不见，你过段时间来上海吧等你来上海，我们吃饭，提前约好。3L， 笑死！今天真的，我一下来，然后因为声乐老师他现在在带 N 队嘛，然后我一下来。他看到我，我就正准备跟他打招呼呢，我想说，哎，你又在这儿啊？然后就跟我说拉链呢。我当时就是一个，好，密室，我想去密室，我好久没去密室了，最近都没去密室。对，跟着我，进密室不用怕。等你来上海啊！我今天怎么了？我今天还行吧。密室，我倒也不是特别胆子大，就是就还行，比大家大一点，比大家大那么一点。但我也不算那种很坦的类型。可能只是在女生里谈一点点吧。怎么叫又呢？我不太约，我不太约漂亮妹妹。约的漂亮妹妹都是重要的漂亮妹妹。看一眼我的，真的吗？我是你第一个说话的前辈，我居然是你第一个说话的前辈，那个时候是你和那个是不是啊？当时你和辫儿在那个沙发上。不是吗？那不是第一次说话吗？在食堂吗？
哪件事？什么？我一认识你就跟你讲事儿吗？不太像我。我确实记性比较差。啊？我印象里，难道我第一次见你不是在那个练习室那边吗？沙发上。我真的7秒的记，怎么会认错？那我们俩那么熟，怎么可能认错？啊！不可能记差，就当时就是他们两个，卞楚贤和姜宇航，在那个练习室的沙发上，我画的。淡妆粉红色衣服牛仔长裤，不是我连我别说不记得见你了，我连我自己这个装扮我都。不记得我自己有，我连我自己的这一套我都不记得了。啊？那所以在我记得在沙发上那个是之后的吗？真的记忆消除，我是不是被那个阿哇达坑大瓜？别拔刀，别拔刀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现在认识就好了，好了，第一次见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现在我们多好呀，那时我还不认识贝尔，完全脑子里没有这件事儿，我记性不好，我记性真不好。不是翻车，过去不重要，现在比较重要。只要现在是好的，以前发生过什么，都不需要记得太牢。对对对，忘记过去，放眼未来，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和大海。真的不是假，你说我假，本来就是啊，就是只要我们两个现在是 OK 的，这个以前发生过什么，一点都不重要。谢谢，请 PSG LGT 挑选英雄的五个巧克力，谢谢单推 L 叉的玫瑰，单推 LX 的玫瑰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很快乐。之前是什么样子的？它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。谢谢夜行者的糖果，谢谢夜行者的恶魔头饰，对吧？以前发生过什么？根本不重要。对，你来上海了，我请你吃饭。前辈，请你吃饭。我爱我，哒哒哒哒哒哒，饭菜独裁，死塞嘴里，吃饭吧你，别说话。笑死，笑死，笑死！
谢谢施舍雅的头饰。来呀，是 B50 的时候来吗？对，我到时候叫上那个677前辈，我们一起吃饭。什么好兄弟，好姐妹？姐妹，姐妹，是姐妹。这个梗他是过不去了吗？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哦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下去就是，没去吃海底捞，因为我先送宁珂回来了，所以一会儿自己吃。就是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 MC 四的时候我们两个上晚了，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，听好了啊，是因为我们俩呢先是在楼下补妆，然后呢没有再来，哎，就是听我解释，然后呢他就去厕所，我就说 OK 我等你一起上去，然后这个时候，姐姐就突然在上面喊我们了，说他们已经上了。我们就是没想到前一组，我们以为前一组 MC 会玩很久，然后我们就上晚了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了。我就说什么都是白说。对对对，我们在后台拉拉链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们说的都对，就是拉拉链，怎么了？不让拉拉链了？不可以吗？给我气的！随便你们，是是是，就是，是你们想的所有的，哎，但等周年之后，我给你们讲一件很巧的事情，拉拉拉链一起拉，大家一起拉，怎么能只有我们两个人拉呢？今天马玉林还在说想和你们两个一起讲 MC， 我说一起拉拉链吧。为什么要等周年后？因为最近太忙了。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就是要等周年后。我记得，啊，记得，会记得。巴拉巴巴巴，巴巴巴巴巴，小本本我不需要。哎，哎，哎，什么？哎，哎哎哎哎。哎，哎什么？下个月给我分享一个好消息。好的，你的好消息。哎，你们在哎什么？我不懂。八，哎，不愧是陈雨子的粉丝啊，继承了他的说话风格。
哦，哦，哦，听懂了吗？刚才我在说什么？我刚才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懂？谢谢七霄的大婶。什么秘密？秘密就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？刚才反正我讲了，听懂了的人来，听懂了的人在弹幕里留下一个单一个字，就是一个字。让我看看你们听懂了没有？流拉的人是想，可以啊，看你们留的字儿都不一样，一看就是没听懂。爬。这个字儿不错，爬喽，爬喽，我发现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，就是只加一个字儿，这句话就变得俏皮了起来。你想爬和爬喽。是不是就非常的不一样？在这阅读理解呢，还拆开分析，拆开。每个字儿分析一下，作者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？竟不知怎么聊下去。谢谢不难的十个大傻，你看到看到这题啊，这题十分，一般这种阅读题都是十分。谢谢蹦哒的糖果，对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两天里，不管说什么，所有人都能给我扯到那个。谢谢奇迹的糖果，我想问一下刘倩倩的直播间也是这一幅场景吗？也是这个样子吗？如果她也是，我就平衡了；如果她不是，我不行，那我要去给她。但我觉得她那边应该也是。哎，没有啦，我说了，我再解释最后一遍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宁珂今天不舒服，所以我先陪她回来了，所以没有去苗苗那儿吃饭。结束完啦，最后一遍了啊！真的第 N 遍，我觉得他家特别执着于，就是说。那个所有人一起吃饭这件事儿，虽然确实我也挺执着，但是不是他今天不是生日公演嘛？就生日公演结束完，然后大家一起
干饭。我一会儿我前面给淼儿发了个微信，就跟他说了一声，我说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吃。哎呀，我们俩一起吃饭的时间还少吗？啥时候不能一起吃呀？吃了吗？我外卖马上到，我一会儿播到，我今天没法播太久，我播到9点左右我就要去吃饭了，要不然我没时间，我还得卸妆洗澡，在10点之前。你们也好好吃饭。我和有淼，我们俩啊，没有辈分。食堂确实没饭了，但我可以点外卖。减肥呀，我其实最近也在减。你饿，那去吃饭啊。我就是没有，我这个人其实我和大家都没有太大的这个。我一般都，去哪吃？就在中心吃，我点外卖了。点了一个饭团。对不起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好吃？但它挺好吃的。就是那种紫菜包饭，那种。你妈为什么要邀请你和她一起减肥呀？她不会自己减吗？怎么一定要有一个人陪着？哎，不过这种好像是不是有一个人一起陪着会更……但是我不会。我说不管身边人在不在减肥，我都就是不是一个饭团，我怎么可能点一个饭团？就是紫菜包饭。我们不按年龄按期数分，什么意思？分什么？分啥？一个人减肥，我就喜欢一个人减肥。我喜欢一个人做很多事情。谢谢杰西卡的99个大闪，谢谢，谢谢 Jessica，Jessica，两个人一起减肥会吃更多，真的吗？我还没有尝试过两个人一起减肥，但难道不会互相就是说，哎，你不要吃了这种吗？反正我一般都是一个人就这样做这种事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干这事儿，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拽个人陪我。两个人吃会不会？哎呀，明天要减肥了，今天我们先去吃一顿好的吧，然后就去吃了一个。笑死！那但是两个人减肥应该会比较，就是，但如果你和我这种人一起减肥的话，我应该会强制性的让你不要吃。就是如果你跟我说了，让我督促你这件事儿的话，我就真的会说。不要吃，而且我会想一些，就是，
办法。前提是这个人真的邀请了我，就是督促他，要不然我才懒得管别人在干嘛。减肥餐，其实我觉得有些沙拉呀什么看着还挺好吃的。在哪充话费能送这种朋友？充话费可送不了这种朋友吧。可遇不可求，天灵灵地灵灵。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有些人是不是因为口味比较重呀，就吃那种辣的呀什么，那你肯定会吃不惯那种减肥的东西。但如果是像我这种，就是平时我就吃东西很淡的话，其实会觉得还好。但是我也不喜欢吃沙拉，因为我觉得减肥还是要吃饭的，就是因为你不能违背你的人体的一个逻辑，除非你能做到一辈子吃沙拉，那你就吃沙拉减肥。就是你要不然你的身体会逆反，你就是老是吃种沙拉这种东西。如果你是一个平时不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人，你去一直吃这些东西，你身体会逆反的，就是会想让你想吃别的东西。这样吧，我播到55吧。对，而且不吃碳水会变笨。那我播到9点。9点，啊，那我播到56，怎么可能？9点，整点，我们凑个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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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写完这题，你是在写作业看我直播吗？天哪！没关系，我今天本来就没播多久，因为今天特殊情况，我得赶在10点之前卸妆洗澡，因为我们10点要停水。So， 今天得早一点结束。我一会儿快快的吃个饭。哦，我最近在看那个，对，所以要不然本来就化着这么好看的妆，肯定是多播一会儿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今天停水，我又必须赶紧去卸妆，要不然。一会儿，对，有一种限水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好惨，就是像那个，我大学宿舍都不限水，有一些大学不是会就是什么几点几点之前熄灯，然后就那个没水。今天妆有点浓吗？是因为你们现在看我是叫什么？你们现在看我是直播，但是这个妆公演我觉得还挺正好。对，就有一些大学习，有一些大学不习。在看啥？我刚说在看啥？啥？啥？哦，我最近在看那个。不是因为这两个话题太过没有连贯性，所以我疑惑了一秒钟，什么东西在看？我最近看那个《Show Me the Money》10，我很聪明的。
啥时候出了？都出好几集了，出了第三集还是第四集了？我那天就看了一眼，我很聪明的，我这这样说就显得我不太聪明，我不说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人美聪明，要反过来说，那难道我要说我不聪？那不行，这句话不能从我嘴里出来，不可能，我很聪明的，倒也不是很聪明吧，还行，能活。能活着，够我活着了。我的情商和智商够我活着。谢谢老肥的99个大闪，谢谢。就是说凑合，对，够就行。因为我想了一下，你一个人在这儿老说自己我很聪明吧，我特别聪明吧，这个听起来，感觉这个人。有点儿，就是说，对吧？谢谢丹姐给我的5个糖果，所以我决定，我不能说我很聪明，就是说我还行，够用了。9点，我去吃饭。手机电量在提醒我要下播了，我去吃饭了。你们也记得，该吃饭的吃饭，该睡觉的睡觉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该干嘛的干嘛，该哒哒哒。谢谢汪洋的巧克力。没饭吃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没有饭吃？食堂关了。那你点个外卖吧。哇，这是怎么打出来的这个 wink 啊？哇，这也是能打出来的。不让点，那你以后在寝室囤点吃的吧。天哪，不让点外卖。你们很厉害啊，这个颜文字。那你们自己都囤点儿吃的在学校，这还说多大了？这还要我说？没有吃的就囤点吃的，在房间里、学校里，这还要我说啊？真的是着急，去吧，啊，不是去吧，去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